翻到《论语圣训》第一册第463页，希望你在走这回家的路上，都能够平平安安，为师就欣喜万分。希望这成群的羊儿，将来都能够回到母娘身旁。也愿你们在办道的过程当中，是合群的鸽子，无论翱翔得多远，希望你们同心协力，莫要分散力量。你的恢弘气度有几分，那么你道场的格局才会成其大。所以你办道的旅程到底要开展到何种程度，跟你办道人的观念、思想、气度、内涵、火候都是息息相关的。修道旅程每一个人都有过程功课，你要把它填好，而且把心给调整好。时来则应，事去则进，该怎么理事，该怎么应物，都把它做好，那么你修行的功夫才会到家。